女啊，你倒咧啉哦？规天假毋着啉酒，啊，厝诶代志拢歹做，啊，囡仔伫咧读册，你爿仔小看一下，啊，你伫厝边仔创？你是伫讲啥啦？我嘛有创暗顿有糜仔食啊，我做功课嘛是足无闲诶啊。哦，你莫搁念啊，你是有足够念诶咧。我，唉，我嘛是为着你好啊，你安尼你对身体嘛无好啊。好啊好啊，你是足够念诶你啊。哎呦，你莫打他啦！你们很吵。敦亲睦邻跟守望相助队，大概是守望相助，大概是所有人心中对家乡的期望啊。以前老时代，他们在他们的小组委里面，其实大家都扮演这样的角色，只是随着时代的进步，那有的住公寓，然后家户之间的串联这个部分就有点失落。但大家还是期待回到以前这样的守母。因为其实我们当初在开始社区准备开始在执行社区防暴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就讨论到青少年跟儿童暴力防治的这一块这样子。那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青少年跟儿童其实都是我们的社区的未来。那我们也是希望说，因为社区防暴它不只是要对暴力行为做出反应，更重要的是要从基础最根本的地方去做预防。头一次有暗时啊，用啊个早起，早起迄医生讲啊，说啊，这啉酒醉啦，未平准啦。啊，对对对，同家一摆是，我有看伊也拄啊弟弟潘阿弟，也都时时念伫伫家门都对，家念家门，啊，我用啊赶紧去敲电话，互侦查，我日子嘛要安那过，毋是伊安尼变安尼，我若互伊翻了，我怕会评伊较严重，即卖生活有较正常啦。啊，佮有去社区吼，啊有运动啦，啊恁大家拢对我遐好，对我这老伙仔遐好，啊我嘛安尼过去日子过去嘛安尼较快乐啦，较放心啦。阮囝嘛讲，啊安尼好啦，安尼好去社区好，莫踮厂个内面。嗯，都还是很在意，那就更要解开心结啊，不能这样子一辈子吧。嗯，谢谢你，我是当初的。就是我们周末的时候，跟小带小朋友去公园玩。
在社区的话，每个角落上都有啦，只是有没有被我们发现，有没有去了解他，有没有真的去碰到事情，然后跟他聊天。其实连只是我是觉得访视，然后要知道家暴这个区块，就是说一定要去聊天，从聊天上就可以了解到很多很多的家庭问题。那我就跟他们聊聊天，聊了很多很多的事，然后他们就把我当成是他的儿子，然后又就聊得蛮开心，也不让我走。那有些我去访视他，也会排斥的，也会排斥我说，你不要问那么多，因为这是我家务事。甚至你要跟他聊一些比较家庭上的问题什么，他不告诉你啊。那我们家暴这个我也有用一点点心啊，在那就是说用就套话。到目前社区这个区块里监事方面也都非常的认同，他们只是希望说做这个就要确确实实的做，而不是做虚伪的。虽然我们在水泥的建筑物里面，那也不代表说它必须是冷漠的。透过社区的志工培训了之后，这样的一个防暴观念，然后让每一个社区的民众都变成是社区的小雷达，那在整个的建筑物里头穿梭在巷道里面，大家也是温暖的，相互的关心，相互的问候，让每一个人都是在防暴的推广上面可以尽一份心力，即使是简单的问候，它也都可以变成一个关注，然后让这个暴力可以消灭。